you 他说：“爸爸，怎么一回事啊？我们的祖先脸上的刺青就是流氓吗？”我一下子，我听了他的这句话，非常的震撼，因为我联想到我的祖母。我的祖母没有告诉我，所以在当时呢，我第二天我拎着我的相机就到部落开始去寻找文面老人。很多人说，或许我们原住民不够文明。 因为你没有记录那个文明的部分，所以你才斗胆这样说。因为我们没有记下这么美的台湾族的社会原貌，所以我我们才敢说好像是不文明的。不，走了，见识难岛带你看见台湾，认识难岛。来哦，我是谢德清，欢迎你加入见识难岛的行列。自古以来，人类就有纹身。 纹纹面或者是刺青这样子一个风俗习惯，那么根据人类学家跟考古学家的发现，早在旧石器时代，人类就开始有这样子的风俗哦。那么甚至于有一些考古学者在埃及的木乃伊，还有在奥兹冰人，也就是在西元前三千三百七十年的这个阿尔卑山南麓。 的原住民身上发现了纹面的，还有纹身的这样子一个证据哦。不过呢，这个纹身在长期以来被污名化。 包括了我们看到的，呃，所谓的就是英国的皮克特人哦。那皮克特人在身上因为刺上了各式各样的图案。那么当时的英国人，或者是他们以这样子的，人，他们叫做皮克特，后来 picture 这个字就是、图案这个字哦，就从他们的身上或从他们的文化里面延伸出来。罗马人透过这样子一个名词来污名化。 纹身的人哦，那么到了近代之后，我们看到了十七世纪历史进入了太平洋的大航海时代。那么英国的航海航海员们，他发现，在南南岛民族里面有大量纹身的风俗习惯。那么这些风俗最主要标示出来我们的血统、我们的仕族、我们的身份，还有我们的荣耀。不过呢，当时的西方人并没有真正的理解到这样子的文化。 到底是有什么样的意涵？那么，在全球两亿五千万的南岛民族里面，那么现在还有留下来这些传统。不过呢，随着时代跟审美观的改变，那这样子的传统也慢慢的消失。那么，甚至于呢，到近代更近代哦，日治时代的的学者，那么称我们的纹面纹身的传统是一种毁式文化。直到今天，还有许多的国家在误用这样子的误解。而在今天的。 建士南岛，我们要透过在目前在推致力推广于台湾原住民族纹身跟纹面的保存资料的记录，还有推广，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故事呢？让我们加入今天的建士南岛。老师你好，<laughs> 好，今天呢，我们建士南岛呢，邀请到两位这个。 重量级，有甚至我们一个，我在我心中可以说是国宝级的老师哦。那第一位呢是啊，这、呃、来自于赛赛德克族的这个田桂石 Kimi 老师，老师,老师你好。啊、哦，泽清你好。对，那第二位呢，就是我们在私底下我们在聊聊,聊天的时候谈笑风生的 Indis 老师，老师你好。泽清你好。大家拜，马利马利，<laughs> <laughs> 老师呢，其实在这么多年来就是一直包括了田老师两个，就是。 在让族人们去了解，说我们自己拥有的文化荣耀，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如果说我们要跟外面的人来介绍的时候，就是哎，无论是汉人或者是其他世界各国的朋友，所以在当代啊，为什么我们还要致力来保存这样的文化呢？田老师，我想这个文面是长期以来长期以来被污名化了，嗯，啊、哦，所以呢，我个人就是因为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啊、哦，就开始在做这个工作。是，我要把它要回来。是，老祖先的荣耀。对、哦，我要让世界的人知道，为什么脸上的刺青是代表的是什么。 不是说野蛮人，也不是说这种做做坏做做错坏事情的人。嗯，我们这个我们这个脸上的刺青是代表着荣誉跟责任的标志。是是，但是这个工作呢，就是在不同的族人之中，其实他们我们都在继续推行哦。那邱小芳老师、尹迪斯老师也是一样嘛，对不对？是。那怎么开始的？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棒的机缘。嗯我、呃。我们比呃我们的。 呃，文面的祈老们慢了许多排湾族。嗯，我们是二零零六年才开始做整个全面性的调查。是<好>，在整个太武乡、来一乡这个部分，嗯，那个机缘非常的美，就是一群更新文教基金会返乡服务的大学生们。嗯，他们回到部落，他们问一件事：老师，我们可以帮部落做什么事？么对，那。 这个很美的，就是开启了这一扇。哎、欸，就有一个学生发现，夫巫手上有文手，他说：“哎呦，别的族有纹面，原来我们也有文手。”就这样，我们就开始，就开始从二零零六没有停止过脚步。是当时的夫巫们说：“如果我们要开始，我们就不要停止，嗯、我们就把这个故事，把我们所知道的都告诉所有的人。” 那一直到最近，也帮五福他们完成，呃，就是一个文化资产，无形文化资产的登录，在屏东县，我们还在努力，我们希望有一天能够成真，真正的成为国宝。是，其实不管哦，就是在主人的心中，就是国家有没有登录，其实都是我们的国宝，那国宝。那这比较令人心痛的地方，让人心痛的地方是，呃，最后一位。 这个文面的祈老在二零二二年，在去年走上了彩虹桥，我就回归祖林了。那我们现在目前有文首的夫部们，但好像只剩下两位，对不对？是，在我的部落剩两位。<对>是，当时我们普查的时候有十三位。对，对，那整个来一乡、太 <coughs> 武乡加起来应该有三十几位。是，那消失的速度现在不到十位。嗯，所以在这么快的消失之下。 啊、呃，究竟我们当代的族人们或者朋友们要怎么样来认识我们自己的文化？那纹面、纹身还有纹手，对于这样子我们族人里面有什么样的民族意义？接下来两位老师会透过他们的分享，让我们来好好的了解。他在一九三零年雾社事件那个时那个时候，他的父母亲被日本人枪枪打死。我再问他一句话。 我说：“白毅，你还恨不恨日本人？”我这句话是非常严肃的。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有仇恨的话，我不可能活在现在的天堂里。欢迎您回到《两岸见视南道在今天的。 节目第一段主讲人是田桂士老师，田桂老师赛特克族，那么毕业于陆军官校的专科班，那么目前呢是泰鲁格国家公园的共管委员，秀林乡的土地审查委员，也是总统府原住民族转型正义及历史正义的委员，那么更因为二零一八年哦，在推广这个。 本土语言上面也得到了杰出贡献奖，而田老师呢，今天要从永不消失的荣耀记忆里面，让我们来分享赛德克族他最重要的这文面的文化。那我们先来欢迎田老师。 那还能，你给没带很带带诶，特别很年轻的你，你，我是赛德克族田桂石，今天非常非常的高兴，能有这个机会呢，来到这个地方，来大家分享，啊，永不消失的荣耀记忆。其其实来讲，啊，我做这个工作应该启蒙于我的奶奶，我的祖母。 当时我的祖母是九十八岁，我是八岁，我跟她站在一坐在一起，然后我看到我祖母脸上的脸上的这个纹样很漂亮，啊、哦，我去问我的祖母，你为什么会有？我的是没有，你给我纹好不好？当时我的祖母还以为那个时候还是日记时代，她就用手不能说不能讲，啊、哦。 如果日本人知道了，你会被关起来，所以我就不知道到底脸上的刺青是代表的是什么。他也没有告诉我为什么哦，为什么？这个时候我慢慢长大了，结婚了，生了孩子了。孩子他在读书读国中的时候，跟汉人的同学吵架，这为什么吵架呢？汉人的同学讲他是法纳加，法纳加。 这个小孩子听了很不爽，就把对方的同学打了一拳，对、啊、那个他的同学又说：“罗马，难怪你祖先脸上的刺青就像现在黑社会的老大的纹身，没什么两样。你们是流氓民主。”但是孩子知道他的祖先都是有文面的。放学回家就跟我谈了这件事情。大嘛，很无聊，过来，老等待，慢点，卡不打上过来。 龙马一战啊，他说：“爸爸，怎么一回事啊？我们的祖先脸上的刺青就是流氓吗？”我一下子，我听了他的这句话，非常的震撼，因为我联想到我的祖母，我的祖母没有告诉我，所以呢，当时呢，我第二天我拎着我的相机就到部落开始去寻找我们面老人啊。如果我今天不做的话啊。 搞不好我们的下一代自认为自己是流氓的民族，我就开始在部落去寻找我我面长者去拍照。各位，或许你们讲拍照很容易，其实难度是很高的，尤其是在我们的部落，他不让你拍照，为什么呢？为了魂魄会跟着你相机走了，到最后他变成一个空壳子的躯体，他没有办法。 到祖先那边，所以呢，做这个工作是难度是非常的高，所以我花在老人的身上，除了时间，除了金钱，还要不厌其烦的在那边跟他解释。当第一个老人被我拍照的时候，我还会拿一张照片拿给他，他高兴的不得了，然后一传十，十传十传百，让我的触角延伸到全省各部落。 所以我也完成了差不将近一百多个文面老人的故事。然后呢，我们再看看，跟各位分享望海的母亲。这个望海的母亲呢，她有一个儿子啊，他在十九岁的时候跑去远洋，去远洋一传道理讲三年就回来，可是到了第三年，小孩子一直都没有回来，船务公司就。 就到他的家里去找他。他说：“你的孩子不在我船上了。从即日起开始，你们没有拿到安家费，啊，安家费。当时的安家费可能只有两三百，也可能只有五五百块钱啊、哦。可是呢，这个奶奶呢，望海的母亲呢，她面着浩瀚的太平洋，一直呼唤她的儿子回来，回来，在那边一经，对吧？喊了十年。” 为什么一定要喊那么久？因为在我们来讲，如果这个奶奶走了，她旁边没有她的孩子摸着她的手走的话，她的魂魄就没有办法到祖灵那边，就没有办法到祖灵那边。所以她几乎每天都喊，每天都喊，喊了十年，终于，终于这个奶奶就躺在床上，躺在床上，说还要还要。还要 不久的时间，孩子就回来，把他喊回来了。这个奶奶呢，摸着他孩子的手，就这样很安详的离开人世间了。所以我一直把他称为是望海的母亲啊，望海的。接下来我跟各位来分享的，就是守擂高手，他的名字叫哈隆乌赖，哈隆乌赖塞德克主人，他是守擂高手，只要他一看到的野生动物，都是一枪都会毙命的，啊。 当时呢，他去瞄准一个山猪，那个枪没有打到山猪，那个榴弹差一点点打到那边巡逻的日本警察，那可大条了。日本警察就骂他：“你为什么会在这边放枪？”结果这个哈隆哈隆说：“我为什么不能在这边放枪？这个地方是生养我的地方，养我父母、养我妻儿的地方。”他说：“你来这边干什么？” 结果日本人跟他讲说：“这个土地是我们统治的土地，你不能在，你不能在这边放枪。”结果他讲了一句话，他说：“那个是你跟汉人的事情，这个我在这个土地上生存了千百年的地方，你看看。”结果那个日本警察一听到他这一句话，向后转走了。你看这个老人，他不怕危险，你看他去讲那一句话。 接下来我跟各位来分享的是曹阿三。这个曹阿三也是赛德克主人啊，他的名字叫一拜瓦利斯。他在一九三零年戊社事件那个时候，他的父母亲被日本人啪啪打死了。他不知道躲在哪里，啊，结果他慢慢长大了，结婚了，生了孩子，啊，也有孙女了。我在二零零四年的时候。 二零零四年的时候，我特别去找他，因为我要去美国去展览、去演讲，我去把这个事情告诉他，他非常的高兴。我再问他一句话，我说：“白毅，你还恨不恨日本人？”我这句话是非常严肃的啊！告诉你你要告诉都不来，你放心去啊。结果他跟我回去，我一句话，他说：“印国列国的。” 那些个没有过人风景的啊，那个阿姐蛮热开你的。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有仇恨的话，我不可能活在现在的天堂里。你看看，我听了那一句话，我不掉了眼泪。啊，结果我到了美国的时候，在佛州奥兰多中央大学，我在那边演讲，啊，全程用英文演讲。我当时讲了那一句话，全部的人。 全部拍手，全部拍手，啊、哦！结果有一位学者说：“哇，你们台湾的原住民爱好和平。”我说：“不是，不是，我说全世界的人都爱好和平，只有那几个去德国的汽车了，日本的天皇挑起了战争。其实大家都很和平的。你看看一张照片，宣扬宣扬什么？宣扬世界大同。当时呢，在民国八八十七年的时候。” 我们我太爷爷去跟着我到总统府世季之旅，啊！当时李登辉一见到他们所有的文面文面老人，所有的文面老人只有他是五条线的，其他都是一条线的，其他都是一条线。那个李登辉总统去把我叫回来，田老师，田老师，怎么一回事呢？这怎么有五条呢？当时在那个地方，明明有那么多时间来讲这些事情，最后一个。 我跟各位大家分享，末代的最后一个文面国宝，就是谁的林志妹。林志妹呢，当时因为我的职务是，呃，转型生意委员，我们在总统府开会的时候，我把文面最后一个文面国宝是向你向蔡英文报告。我说，如果蔡英文总统有空去看这一位，当时是差不多、差不多是一百岁，一百岁。 如果我们蔡总统有时间去看他的话，我想，这个历史会感动，啊！结果真的，总统就跑去去到其他的家里去看他了。我陪陪总统去去看他了。当时呢，总统一看到这个文面长子，他也很非常的感动，嘘寒问暖的。那个林志妹老人呢，也当场在那个地方吟唱。呃。 我们的改革要管理，我都在乎，共产党都一样他唱的那首歌，主要就是说，啊，总统能够日理万机还来看他，是非常的感谢。我希望国泰也民安，也希望。 总统呢，能够好好的，就是说照顾我们的原住民。我去看他的时候，也为我唱了一首歌，他的一首歌，他就讲了一句话。那歌歌里面，里面的意思就是说，没有人活得天长地久，只有那天，只有那地。我们的文面是代表的是什么？是代表的是一种荣誉跟精神。这一点，它的含义也包括很多族群的识别。 主席，我闻过面，我就是这个族人。还有成年礼，啊，还有英勇的表现等等，还有避血，这些它代表了，呃，就是我们的文面的意义。很可惜的，我们在早期来讲，由于文化的上的这个偏差，然后文化的错误啊，宝玉的错误啊，让说这个文面它是怎么样呢？那是曲面。 犯罪的意思，甚至于它是什么野蛮人的一个标志，所以文化保育应该是怎么样呢？文化保育应该是以被保护的族群为参与的一个主题，啊，因为文化牵涉到不同族群的文化理解跟传统的诠释的问题，而不是由你们这个优势的族群在那边做一个判断，然后这个决定的，做决定的啊，文化保育。 应该是以被保护的主体为参与的主题，所以文化不要有文化的偏见啊、哦，不要有文化的偏见，应该去理解，理解什么？理解我们这个组织跟组织跟逻辑，然后我们去体会文化的创造力。所以在多元文化的台湾社会里面，应该从尊重、去理解、去容忍，我想才主体的最重要的第一步。 啊、哦，最后我就讲一句话：，这个文化没有贵贱之分，好比是真理，没有野蛮与没有野蛮与文明的分别。越是复杂的文明人，背后有很多的伪善啊、哦，应该要放下本身对文化的偏见，好、哦，应该要放下文化的偏见，好、哦。日本人走了以后，我屋们整个部落就讨论一件事。 我们应当要还原什么样的呃文化？他们第一个做的决定，整个部落讨论就是恢复文首文化。 如果文首不是像吴吴说的，是历史的角色当中站得这么重要；如果文首那所描述的那个年代没有那么美；如果文首不是吴吴所说的那个保护传承的责任，那么为什么日本人走了以后，他们第一个想负政的就是文首呢？ 欢迎您回到《杂乱见世难岛。那刚才呢，为我们来分享的是田贵石 Kimi 老师。那老师呢，他告诉我们，就是纹面实际上是我们就族人的骄傲跟荣耀。那这样子文化到底应该日后要怎么样去看待跟保存？ 当然需要每一位族人，我们共同来推广哦。那么接下来的这位分享人是来自于屏东泰武乡嘉兴部落的 Indis 老师。那邱肖凤老师，他目前是高雄的师范大学以及部落大学的讲师、族语老师。那么也长期在推广的是我们部落的文化。那么最重要的是，他从这个呃、啊、将近二十年前。 开始记录就文手，那到底这样子一个文手的这样子的一个文化，对于排湾族人还有外族的，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待？那今天 i n 斯 i s 老师要从用生命刻画的手纹来跟我们分享，究竟在里面可以听到什么样的故事呢？让我们一起来欢迎 i n 斯 i s 老师。 Mali mali da da dati muna marka ku mata da dak nu vu kena ti da idis ak ma si majai pulti mali mali nu pinampu pit suranaken nu pinampu jikanaken tumai tu chama tiao chikri den dai chuan na givchika da lama de 电视机前面的家人们，你们给我一个很棒的机会，一起分享用生命刻画出来的手纹。我要特别的说，呃，在我的夫妇告诉我，我们每一个家族就像一棵榕树一般，呃，而这个榕树呢，呃，就是只有一个主干。 我们可能会有很多很多我们的枝叶会发展出去，但是我们的主干只有一个，这个就是台湾族的拉力蒂安的概念。谁在主干，谁在呃这个枝叶的部分，都是按着你的 nasi 规定好的。这个就是文手的拉力蒂安的由来。 呃，在这里面，呃，我特别的要说，呃，当我们开始做这样的一个工作的时候，采集的工作，亲爱的们，呃，孙江万花五五，他告诉我说，呃，努萨吉昂达们拜那些叼七格烂，你们想听，我们就把这些的故事都交给你们。呃，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台湾族没有文字。 你若愿意听，你要到部落去，找这些老人家，我们坐下来，他一句一句，一字一字，把部落里面的故事，把历史当中忘记遗漏写在历史上的事，都告诉我们。那也有另外一位无屋 Divulav 老师说的，我最喜欢他说的，哎，一啊。 哎呀，那个年代，那个年代的美，那个年代的究竟他讲的哎呀啊，那个年代到底是长什么样子？那个年代充满尊荣，每一个人都是在那个文化的里面彼此尊重、彼此关心那样的一个社会。所以五福在描描述的时候都说，哎。 原来的新生活，看到近代那些我们享受的尊荣，那些我们彼此照顾的年代，这是五五记忆当中的部落。另外有一个五五说，他我第一次去采访，他就呃，史忙里大家们呐，台湾族，我们台湾族呃有一个亲吻手背里所以这个长辈见到我。 九十三岁的长辈亲吻我的手背，告诉我说：“，哎啦，哎，错把阿达雅吉利瓦那些个达兰读错，因你卡耶尼诺安他现在政治案，那努乌乌，那努马达拉这里面说那些尊荣的年代，乌乌特别向我致意，对不起。 我们没有把那个部落守护好，我们没有把这个文化守护好，因此，呃，在呃这个采集当中，呃，这是让打动我的心，呃，我认为这个就是一个责任，对于这些文手的呜呜守护部落传承。 部落的故事，那呃，另外呃，在我要特别说明的是，呃，在嘉兴部落，呃，原先呃有十一位的老人家。 有呃三位来自大后部落的，加起来总共有十四位的老人家。可是因为当时有一位住加护病房，所以我实际采访的只有十三位。在这十三位呃老人家的口述里面说，那一个日治时代全面禁止了文手，全面禁止我们戴耳环、穿。 祝福那个年代那样的时间，呃，是对他们而言连文手都不能提。所以当日本人走了以后，武夫们整个部落就讨论一件事：我们应当要还原什么样的呃文化？他们第一个做的决定，整个部落讨论就是恢复文手。 文化，如果文首不是像吴吴说的，是历史的角色当中站的这么重要；如果文首那所描述的那个年代没有那么美；如果文首不是吴吴所说的那个保护传承的责任，那么为什么日本人走了以后，他们第一个想复振的就是文首呢、呃？这就是我们。 不停不停的去呃找的一个故事，我们想找回来那个原有部落的样貌，五福口中的美，五福口中的那个自自己自主相亲相爱彼此扶持的那个部落，呃，所以在这些日子里面，呃，我们一起努力，因为五福说，既然要开始，不论我们能不能走到底。 啊，楚风安啊，嗲嗲兰，我不说，我们老了，或许我们到不了那个终点，但是你们一定。 要完成，这是五夫说的话。那文首到底在台湾组的社会中到底有多么的重要？它是一种文化治理的表征，它用图案去描述它的掌管，它如何管理土地，如何管理山川，如何管理居住在里面的人。我们常说台湾的原住民。 懂得跟他的呃大自然的环境共存、共荣、共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懂得，我们知道自己的身份、自己的角色在这整个环境里面。文首里面是讲到那个文化治理，他治理他以他亲身体力的环境，譬如说太阳的位置。 跟在地上爬的昆虫的位置，他做了一个标记。他用这样子看得见的形体，告诉我们：排湾族的社会是一个充满秩序的社会。排湾族的社会是一个充满礼貌的社会。所以住在呃位置像太阳一样高的你。 你应当行的责任是什么？位置是像呃，在地上爬的这个这么美的这个呃昆虫，你的责任又是什么？他就是用许多的图案正在诉说他所在的那个年代，那些人，那那些土地，那些住在其上的每。 一个族群，每一个部落，他们的生活的样貌，呃，所以，呃，在这个故事当中，在采集的里面，我不止一次听见我五说：“哎，姨，干几代？那些我们曾经享受过的部落的，呃，那些的文化，那些老老人家，呃，这些故事有谁能够传承？运气感。” 在整个排湾族里面，我们没有文字，但是我们用特有的图案表达社会接续；我们用特有的图案来表达我们跟大自然之间的互动；我们用特有的图案来譬喻我们跟整个社会的环扣。呃，在呃这个图案里面，所以一只手就是一个故事。 就是一个历史，这不单单是你自己的，而是你整个家族、你的部落、你的整个生活都在里面。那我们常常想，呃，像这么美的文化当中，像这么美的呃意义，我们能不能够？ 完整的传递到儿女们的手中。其实，当我采集五乌五乌的这个呃文首的时候，其实文首有十三组的图案，分别组合成八个接续，就是由核心那个阿波鲁的概念，从中间努给多一点，我们。 每嫁出去一次，我们的身份就会外移，就会外移一次。那个层层环住树干的概念，就在文手里面，你看得到。一只手只要呈现在你面前，诉说的我是谁，我的 Nancy，我跟这个部落的关系，这么美，这么美的历史，这么美。 这么美的论述的方式，我们怎么可以让它从历史中消失呢？我必须要说的是，这么多、这么多的呃采集里面，我们看见看见了，我们究竟能够给我们的孩子是一个什么样的台湾族的样貌？你还记得自己是排是台湾族的孩子吗？你还记得在你的戏谱当中，你的位置在哪里吗？ 孩子们，你应该要回家问那整张的戏谱里面，你的位置在哪里？因此，你就拥有这么棒、这么美的一个图案。那个图案，它不单单是一个秩序，而是一个互助合作、共荣共存、共享的完整的社会的样貌。历史来不及为我们记载的，其实在这一代的我们。 我们要做一个努力，我们要做一个努力，把五福文手上面的故事，把五福文手上面的屌七个，一样一样记在心里面，储备我们的能量，去告诉我们后代的孩子们，我们有一条回家的路，五福有留给我们一条回家的路。当你看见文手，你就知道该。 怎么回家？当你看见那一层一层的图案，告诉你的是你的部落的样貌长什么样子，那个亲属团的样貌是什么样子。所以这些图案它不只是美丽，这些图案代表的是层层的社会的结构。有人说，就像刚刚田老师说的，很多人说，或许。 我们原住民不够文明，因为你没有记录那个文明的部分，所以你才斗胆这样说。因为我们没有记下这么美的排湾族的社会的原貌，所以我我们才敢说好像是不文明的。不，刚刚我们的主持人也讲，直到现在有人还用毁视。 来，呃，说这样的纹纹身、纹手或者是纹面，不，那是一种价值，那是一种真实的生命，那是一种部落真正的样貌。我愿在这里，呃，鼓励我们所有的人，我们重新回来认识，重新回来去看，重新回来抓住到底这每一张图标注的、描述的。 究竟是什么？我们要创造自己的理论，把我们自己的历史抓回来。我们要有自己的论述，我们要有自己的立足点。我们都要回到纹身、纹手去看这个议题。台湾族的秩序怎么样才能够回来？就从这里开始。而纹手在做任何决定的时候，是以妈妈张一丹。 为中心，因为每一棵树，它就是那个主干。人若离开了那个主干，你就没有办法发展的很美，你就没有办法生长的够壮，拉开的枝子就不够远。所以，那个主干的概念。 我们无论如何都要放在心里面。我们只有一棵一棵树，只有一个主干；一个部落，只有一个主干，要紧紧的维护，紧紧的抓住我们呃的这些的呃，父母妇们留给我们的概念。所以在我的呃看见里面，对女人而言，文守是荣耀，是尊贵、美丽与勇敢；对男人而言， 这个是一个领导权跟胆识的记号，把这些放在心里面。我们要好好的来认识我们自己，我们不要再向别人透过别人写的认识自己，要自己亲身经历到部落里面，抓住巫巫的手，抓住巫巫的时间，请他说故事，就像今天你 a 在说的，达摩那，努沙基朗达摩，给你们啊。 某七个，你们想听，我们就会继续的传输下去。在这里面，呃，我愿呃每一每一个孩子，你们都找到自己回家的路。呃，在这里，呃，我也特别的呃祝福大家。呃，希望每一个部落，呃，都能够找到自己真正的出口。呃，我也呃祝福每一个。 要回家找回家的路的孩子们，你们都能够找到自己的路。历史是不能重复，但是你从现在可以创造历史。我们一起努力，一起加油，抓住自己真正的文化。马里马里马萨路。在部落当中，任何一个职份，你的责任，哪怕是木雕的师傅。 哪怕是织布的，呃，织布的，缝缝这个珠绣衣服的，呃布鲁夫斯的，你都是一个文化的保护者。我对现在有七位这些年轻人在纹，我是很佩服他们。嗯，他们没有问题，而是外面的人有问题。是，因为你他外面的人见到你，哎、欸，你为什么会纹面？的毛利人看到就不会这样觉得。 欢迎你回到早《找那见士南岛那么刚刚在上一段的分享里面呢，我们有听到 Indeed 老师，跟我们来来了解，就是诶台湾族文首的这个传统跟它的荣耀。而且呢，在结语里面哦，跟大家讲到，就是呃，历史不能重演，但是我们可以创造历史，并且在新的时代里面找到自己的定位。不过呢，回归到传统里面哦，就是刚才我在听啊 k i m i y 老师在分享的时候，我忽然想到，就是。 今天老师，你有带来这个文文那个文面的的工具，对不对？那呃，到底赛德克族呃的族人们到底是怎么样来进行这样子一个一个仪式呢？其实要在文文面之前，差不多一个礼拜，嗯，必须要吃流流子的东西，流子的东西。哎，对。然后呢，到了要到文面的时候，文面师，嗯嗯，先做一个祈祷，嗯，去向祖先。 啊，说我今天要纹面，希望这一切都要保持，就是给我顺利。嗯，不要把这些纹面带来细菌。啊，哦、就开始纹了。纹的时候，啊，纹过之后，尤其是霞纹，这<是>个时间很长。嗯。啊，纹过之后呢，然后就在就不能出门了。嗯。就不能出门了。嗯、门然后呢？为什么要出来的时候会有蚊虫？嗯。会感染。哦。 那最起码要两个礼拜，两个礼拜就可以出来，嗯、而且呢不能照镜子，你照了镜子会变丑了，啊 <laughs>、哦、会变丑了，所以你看看这个纹面呢，就到了一九一三年的时候，嗯，就断了，示威、嗯、了，因为日本人就是说禁止我们继续在纹面，嗯啊、哦，然后呢，那最近呢，可能你看看因为。 除了这个日本禁止之外呢，一个文化的接触，认为就是我们也不好看，啊，就是没有再继续在我们面了，啊、是，就是这样。一九一三年就开始就断层了。嗯 因为这里面牵扯到了，就是外外族文化的介入，然后还有打断我们自己的延续。对对。可但在一样一样在文面上面，另外一个刚刚就是就是印 n d 老师讲到了，就是文手。而且文手，<是>因为我后来才知道，说哦，文手原来跟一般的刺青，其实文面上跟一般的刺青不一样的，它是有一个文化，还有一个有一个核心的价值在支撑，所以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担任文手的这样子的一个工作，对不对？ 是因为这些的，其实对我们而言，在部落当中，任何一个职份，你的责任，哪怕是木雕的师傅，哪怕是织布的、缝缝这个珠绣衣服的，呃，布鲁沃茨的，你都是一个文化的保护者。嗯，所以这些文文手的师傅们，他是文化的保护者。 所以木木雕师也是文化的保护者，所以他们就是在各种的环扣里面支持那个核心的价值、嗯。是，因为刚才因为在分享里面也讲到说，哎、欸，原来文手要经过了那个妈妈在一站他们人的认证呃认可才可以嘛。<是>那如果说已经非说非族人或者是呃就是阶级不一样的人，他会说啊，或者说我认可。 认可台湾族的朋友，他说：“我觉得，我觉得啊，这个图案很漂亮，我想要刺，想要纹在身上，可以吗？”呃，这是给我很大的挑战，因为就文化的传承而言，我们当然希望这个文化能够广面的被推展，嗯，但是我们又心疼的回到原来那个主题，对，究竟我们只能不能真正的保存那个文首背后真正支持的文化的？ 遗憾是，我们都希望很多的人能够认识我们，因为这个就好像中文，你的姓氏，你的姓氏是谁就是谁。嗯，我想，呃，僭越总是不好，被人家夺走，或者是拿来 <laughs> 是拿来，就是被人家就是哎，人家一起借来用，我觉得都很奇怪。 对不对？是,是对。最后面我们提提到，就是说，其实呃，文面跟文手，实际上都是身份地位的象征。是。那那我我后来发现了，在阿拉伯地区、中东，他们也是透过文手来来传承那个戏谱。 我、哦、所以，他他们看到手的时候，他就知道你是哪一个家族，<是>然后世代住在哪里，甚至于你的爸爸妈妈，而且甚至于阿公阿妈，就这是来自于什么样的的的这个部落，他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哦，那但是他们现在也面临着一样的问题，但是他们使用的方法是用这种，就是例如说可能画上去用画的，然后可能可能半年颜色才会褪掉，所以在重要的记忆。嗯 我们的部落的记忆，或者说仪式的时候，大家画，<是>或者是画在脸上，然后等到这个可能一两个月后退掉，然后等到又回到记忆的时候，我们再来画。这种方法，两位老师赞不赞成？Kim 老师，你觉得呢？我们是用纹面贴纸，用贴纸。对，现在很多的小学、国中、高中，甚至大学，在文化的活动上，嗯、他们都会情不自禁的贴上纹面贴纸。嗯。 这个活动结束之后还是可以拔掉哦，但如果画上去是那种一一两个礼拜或者一两个月退不掉，对 <laughs> 他们觉得说，哎，这样也是可以啊，也也可以，这样可以，对也也可以，对。对对那一定是老师你觉得呢？<laughs> 因为在纹手里面，主要的是手指头上的这张图跟这个脖布这个地方的图产生接续。哦、基本上我，我我是认为这个这个地方的不要动，嗯，但是你底下的这个代表感觉那岸土地。 猎场、河川、部落的图案，嗯，呃，是可以用现在的这个贴纸，嗯，来、呃、其他的技术、呃、对来来处理。嗯、但是只要是这样子的一个接续的表征，我认为还是应该还给部落主人。是。 所以呢，部落的文化需要我们部落的族人的守护，也需要这个其他的的朋友们哦来共同的来这样子一起见证，那么来认识，用正确的方法来认识我们的文化。那么中国人他们所谓的“毁”尸，汉人的“毁”，尸是来自于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但是呢，其实这样的概念跟我们自己的文化是有不一样的。那呃，尊尊重多元后甚至理解接受。 其实就是现在社会最重要的议题哦。那么民主社会本来就是一个，就是就是。 很多种声音哦，那但是呢，我们要怎么样来对话？这就是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那今天非常感谢 Kimi 老师跟 Indis 老师演讲都非常的精彩。这时间太短了，下次我们有机会再用其他的方法来讨论我们部落的纹面还有的纹手。<是>那展览，监视南岛在今天我们带大家来讨论了这个神圣的这个刺青纹身跟纹面。那希望大家呢透过这样子能够更了解自己的文化。那展览，监视南岛我们就下。 下次再见喽，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海斗坑遗址呢，总计目前出土了十三具墓葬，全部都是俯身直肢葬。台湾的原住民族里面的墓葬的概念，是不是有这样俯身葬的一个埋葬形式？其实目前来讲，基本上早期是以室内葬，然后或者是蹲具式，或是各种形式。可是俯身葬其实是呃，几乎是没听过的。 这个南石坑遗址出土的这些遗物啊，它属于番子园文化的路辽类型，分布的范围啊，正好就是跟语言学者或者民族学者说的平普族、派普拉族相重叠。考古学者认为，这南石坑遗址的居民呢，就是派普拉族的这个祖先。